会推荐 VisLab 给其他教授使用？我觉得他在教学上面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学其实对刚进来的时候是对 AI 充满了恐惧感，可是他其实做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再看他的眼神，就发现他突然之间对 AI 变得很有自信，然后好，我知道其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定位在哪边，因为其实 AI 是需要蛮多人来，不一定是只有那些数学头脑很好的人，因为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去标注啊，甚至去想这些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软体去训练到这些不是只有那些数学高端那些人才，应用方面的人才，然后协助我们标注的人才，去优化这个产业的人才，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软体去把这样的人才给培训出来。